哎，有奖征答好了，猜得出来这首歌的歌曲名称的话，我就送那一张我们的 CD， 好不好？趁我还没有开始唱的时候，有没有人要回答我？很简单哎，我的右手边朋友，没有人会回答我，有没有？这边是不是？我左手边有人可以回答吗？这首歌，我今天要唱这首歌，谁可以告诉我是什么歌名？等一下，我要喊一二三才公平啊！我数到三举手了哈，然后回答我哈，正确的话我就送你一张我的 CD 好不好？虽然是薄薄的一片，但是我们诚意非常的很重哈。OK， 好，首先放下来，好像是我的右手边比较多人嘛，首先放下来。我数到三哦，看谁手举得快，我就请他回答一下，好不好？一二三，好 ，OK， 这个一二三四，第四桌的这个小姐，对，来，我听得到，我耳朵很灵的，正确答案，好，谢谢，来送你一张，你方便来拿一下吗？谢谢。OK， 不成敬，哎，太好了，又一位受害者啦，哈哈哈哈，这个听我的 CD 呢，耳朵保证，不是啦，开玩笑啊。好，这首歌呢送给大家，英文歌曲 Stand By Me， All right。Stand by me.